在前面许多节的思维漫游，我们详细的介绍了 Thomas Hobbes 的这个，呃，社会契约和他的这种绝对君主的概念，呃，那么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就是他在他描述的这些，呃，这些社会哲学的理念里面，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本性，啊，而在自然状态下，他所描述的人就是一个非常悲催的环境，是 solitary。 Poor, nasty, brutish, and short，就是孤独的、贫穷的、非常恶劣和和残暴的和一个非常短暂的生命，就是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处境。 由于这样的一个假设，人的本性非常的这个呃呃禽兽不如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一个绝对的军权在上面高高在上来绝对的管着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会有和平，才会有安全感。那么这就是 Thomas Hobbes 最我用最简单的话总结他的这些哲学理念。呃，他是一五八八年一六七六呃一六七九年呃大概其就是十六世纪呃末十九十七世纪初的这么一个。 呃呃，一个哲学家，过了不到一百年，呃，就刚刚过了一百年，呃，一七一二年生，一七七八年去世，是这个瑞士的这个哲学家叫，叫 Jean-Jacques Rousseau，罗呃卢梭，Rousseau 呢，他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和 Hobbes 就有一个非常的不一样的这个。 呃，这个呃，假设他呢，也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非常，他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那么我们这这后边这几节呢，我们就介绍他对人的本性，对由于这样的一个本性引导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概念的介绍。啊、呃，他呢认为，就 r u s s e 认为呢，就是这个 Thomas Hobbes 对人的本性的这种描述过于悲呃悲观，过于黑暗，过于阴暗，过于悲观。 在他的这个理解中，在他认为人的本性呢，基本上是善良的，是和平的，是有社会感的 （communal），就是这种，就是大家愿意集群的，在一起生活的，而且呢，very happy，就是人是比较幸福的，啊、呃，那么这是在原始状态下，就是在他的描述，人在原始状态下是一个很平和、很那个什么。这个实际上，呃，也没有完全错，因为我们在今天。 各种各样的考古证据看出来，在远古就是二十几十万年前，人就是那种非常稀少，呃，就就这个 Homo sapien 的 early stage，就是刚刚从非洲走出来，甚至是还没有走出非洲的时候，那些早期的人的那个生活状态，实际上是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特别残暴。当然也是在打，也是在在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和动物的争斗，或者是和人与人之间也有争斗，但总的来讲呢，它是。 每天的就是一个部落就在一起生活，生活每天实际上采一些野果吃，hunter-gatherer 嘛，那时候还没有农业，然后就就就这么过。所以就现在看，从那个呃留呃留呃考古留下来的牙齿和骨骼什么都能看出来，那个时候的人每天实际上就是生活就是就是休息的时间实际上很长的，不像现在有了农业以后，有了现代化生活，人每天的这个工作时间实际上是非常长的，而那时候反倒很短。呃，当然这个都是一些间接证据，我们不可。 可能是得到一个具体，倒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那个那个环境下到底是什么样，我们现在无法确切的。但是有一种 communal，有一种社会的那么一种群居的那种平和的基本的基调。当然，不同的部落之间还是有战争的。那么，当然这样的一种平和的状态，在 Jean-Jacques Rousseau 在 Rousseau 的这个描述下呢。 就开始出现了破坏。什么时候破坏？就是进入了现代社会。他所描述的现代社会，那就是从早期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了，就是开始有商业，开始有市场，开始有工业，开始有生产，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人，这种人与人的那种。所以他是很反对这种现代化的这种这种感觉。那么一旦有了现代社会以后呢，人就开始对私有财产有占有欲，对有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后边会仔细想。 就是由于这种情况，就使人就开始出现了贪婪，出现了竞争，出现了自私，呃，那么在这之前，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比较善良的，比较和友友善的，比较互相都是和平相处的。那从这个角度来呢，我们能看到 Rousseau 和 Hobbes 这两个人在对人的本性的评估是正好相反。 Hobbes 是非常悲观，Rousseau 是非常乐观。那么，in the middle 时间上也是 in the middle，一六三二年一七零四年，这个 John Locke 我们已经多次前面已经介绍过，他呢是 hold the middle ground，他就是人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在自然状态下是独立的。 平等的和和平的人总体来说这是这样的，当然里边会出现一些害群之马，出现一种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情况，使人呢就进入那种自然状态。所以这个就是他是描述，就是人不是稳定的处在这么一种和平状态，会出现一些不和平的环境。但是呢，他更强调的指出来呢，就是当一个权力或者是一个政权被一个坏人控制住，它产生的后果，它产生的。 破坏性远远要大于一个人产生的破坏性，所以他对这个，他对人性有一个综合的评评估。人总体是好的，但是有坏人，而这些坏人如果要是掌权了的话，那就更恐怖，那就出现了集权，出现了暴政。那么我们后来这个历史上已经多次看到有这种情况，啊、呃。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人的本性的评估呢，是最悲观的，是 Hobbes，甚至还有 Machiavelli。OK，呃，那么中间呢是 John Locke，再往右呢，就是在这最乐观呢就是 Rousseau。那么这种评估基本上还是回到我们讲多次讲的，就是对人的本性评估，到底人本性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么如果是好的话，这个人的本性就是 empathy、generosity 和 solidarity，就是。 同情心、移民、移情心，这个互相帮助的心，互相的这种的这个宽宏大量，然后有一种团结的这种，大家可以在一起团结做，就是友善心吧，团结友善，互相移情，互相这个同情。那么这是一个好的描述。那么坏的，这当然是叫 r u s s、so、e a u 是总体来倾向于这个方向，而另一个方向呢，就是 Hobbes 讲的那种 selfish、greedy 和 solitary，就是又自私又贪婪，是又孤独。 啊，uh, 那么从现代，OK，这是这是一六几几年，一七几几年，这个从现代历史又过了几百年，我们总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 Hobbes 和 Rousseau 对人的评估，谁的评估更接近现实呢？实际上，不幸的是，Hobbes 更接近现实一些，并不是他是绝对正确的。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从他后边发生的很多很多的现代社会上，仍然是所有的群体、所有的什么都是一种 driven by self interest 和 competition，就是自自我的利益和竞争，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基调。OK，所以现代社会的商业，现代社会的这个这个，不管是是哪一行哪一业上，都存在着竞争，都存在着自己的自我的 self interest。 为为驱动，OK，就是很少，呃，当当然也有很多的这种什么慈善业了，有什么？但是看着 Bill Gates 在他做慈善之前，他搞 Microsoft，他做的那些商业上的那种那种垄断的措施，那些什么，那都是非常非常的，呃，非常。 不道德的、不道义的，像那个 Bill Gates，在他那个 run 那个微软的时候，以前他做了很多就非常非常差劲的事儿，那个把他的那个 w i n d o w 和这个什么和 PC 拴到一起，就是为了打他的竞争对手，各种各样的阴招、损招他全用。 所以呢，这种 self-interest 和 competition 实际上是现在啊，在这咱们再说这 Steve Jobs，再说 Elon Musk，实际上这些人就是他们很成功，很成功，非常的这个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都是正面的东西。但是你要是真对他有一些了解的话，实际上他们他的这个商业行为上都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就是那种呃竞争残酷无情的一一面。所以从这角度来讲，Thomas Hobbes 实际上是更接近现实，更接近现实。 呃，当然我说的是商业呢，那还有政界，就是政治界呢，那更不用说。那么这个这个，只不过呢，Thomas Hobbes 对人的这种本性的描述呢，没有像我像他描述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所有的人的这种 self-interest，这种 greed，这种 selfishness，这种扫这种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坏的这种品德，使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人吃人，狗吃狗，而不是那样，而是通过什么呢？而是通过市场的。 这种无形的一只手在操控着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亚当·斯密斯的那个 “invisible hands of market of free market exchanges”，就是这个市场在这里面呢，实际上是扮演着这么一个无形的这么一只手在控制着里边所有的竞争的各个方向、各个多方面，大家参与竞争，而每一个这个 market player，每一个参与市场的人。 他的动机都是 self-interest，都是自我驱动，然后自我竞争，怎么样把对方干掉？当然，这干掉并不是把他杀死，而是把对方的商业模式打败，用自己的商业模式把对方打败，在竞争中胜出。这种胜出的这种 mentality，这种心理状态，实际上更接近于 h o b s 而不是我很难想象，在一个商业环境里，大家都是，呃，就是我我让给你点儿，你让给我。的在这这个市场本来有那个两个公司，本来是在里面竞争，两个公司说，哎，这是是让让你你去你去卖吧，我就不卖了，咱们俩哥俩好，咱们都都什么？商这是这是不现实的，OK，这是不现实的。那么这所以呢，Thomas House 对这个人性的描述呢，更接近后来发现的现实，而 Rousseau 的 version 就是这个人都是天生都是。 这个天下都是兄弟也，OK，都是那个什么，当然本身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些理念，人都是自和平的，都是这个 c o m m u n a l 都是 social 都是什么这个，但是呢，它引出来的后边呢，我们看着最 immediate，最和它的这个理念最接近的时期的事件，当然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很大程度上。 实际上是受他的理念的影响。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最后出现的结局是什么？大量的这个千万千万个人头落地，啊，那么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就到到后来的共产主义。OK，这个共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理念，到了这个苏联，到了今今天的中共。当然，中共现在已经不不用这一套了，但是他口口声声还在喊这一套共产主义。看看共产主义的那个那些理念，他的理念，与其说是在。 在讲共产主义怎么好，还不如说是在讲资本主义怎么坏。当然，这个评论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么评论的，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人就是互相残酷竞争，然后没有人性，没有血性。那所以马克思在批判的是什么？就是在批判 Hobbes 对人性的那种描述，就是说这个资本主义就带来了人的最阴森恐怖的那种剥削、残酷。 无情冷酷的剥削的一个环境，因此我们就要把这个把这个否定掉。我们进入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共产主义乌托邦最后结果是什么？今天的世界上的最大的灾难，基本上都是以这种集权的乌托邦的理念带来的后果，包括希特勒，包括毛泽东，包括斯大林。所以呢。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尽管 Rousseau 的 vision，呃，他的 vision 是非常的高大上，但是呢他的 vision 的这种高大上，往往就是 reduce to the will of a single dictator，就是一个一个独裁者。最后是这个他的这种高大上的这种人都是这个呃高大上理念，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独裁者的理念。那么这个独裁者的理念的这个理念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呃，就是这个 concept of a general will。这个 general will 呢，实际上是呃，翻成中文呢，它有好几个翻翻译方法，叫公共意志、共同意志、公益、公益民意。这个意就是意思的意，意意念的意，公益民意。所以 general will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 Rousseau 的一个核心概念，这就是我们后边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实际上它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呢，就是描述，就是一个社会总体上来讲，大家是怎么看。呃，那么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是，呃，首先呢，它是在古代就有，就是在这个宗教，在这个卢梭，呃，卢梭、so、之前就有。 就是在在宗教上呢，它的所谓的 general will 呢，实际上就是 laws of nature，就是 laws of nature 就是自然法则。那自然法则当然有我们说的今天的一个普遍的解释，就是物理定律、化学定律、数学定律，或者是不数学不能算定律，就是物理定律、化学定律了。这种科学定律，这就是 laws of nature。当然，laws of nature 它只是一个对 laws of nature 的一个逼近，或者是一个近似，或者是一个目前能够得到的一个表象。 但是呢，general will 呢，在那个时候呢，不是和这个自然科学毫无关系，它是上帝的意志，就是在过去宗教的这个完全 dominate Europe 的时候，general will 公共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就是说，上帝告诉我们社的社会里面的所有的人。 我们什么样该做，什么样不该做，这个实际上和那个 morality 是类似的。所以 morality 上帝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而公共意志呢，是上帝告诉我们全社会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应该怎么怎么样，实际上类似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实际上到了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Denis n Diderot，Diderot 是法国一个著名的启启蒙思想家，他实际上是第一个啊、呃，可以说是第一个呃百科全书的这个。 这个发明人就是他第一个开始写百科全书，在法国写的《Encyclopedia》。他呢就把这个 general will 呢一下子从上帝的这个这个关系给拨开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像他这个他这个百科全书第一版百科全书上就受到当时的打压。他认为呢，这个 general will 实际上就是 the will of humanity，就是说公共意志实际上是人类共同体的意志，是人。 共同拥有的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就是我我我们大家都要用怎么样的方法使这个人类更加健康和谐的往前发展。而这样的一个公共意识代表的什么呢？是代表着人类的对自己的美好的愿望的一个共同的体现。因此，这样的一个体现，如果假设我们找到了的话，那就是我们人都应该去服从的一个意志。这个听着还是很抽象。那么，这个很抽象的这个概念。 某种意义上，咱们先先先不说它的抽象的问题，就是如果假设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是整个人类社会有这么一个，有这么几个基本的意志在那在上面，说我们人人类社会想健康的往前发展，我们遵守这个意志，人就可以很和平的、健康的、友善的往前发展。 那如果有这么一个概念，那显然这个概念应该把它实施到什么程度？实施到法律和政府当中去，就是法律和政府按照这样的一个意志来制定你的规则，那么你的社会就应该按照这样的规则往前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规规则从定义上来讲，它就已经定义了是为了我们大家好，为了我们所有的人，在这样一意志下都得到好处。 OK，那么这样的一个意志，显然它不是指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或某一个执政的执政党或是某一个法律条规，而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这么一个概念，而是指整个社会共共同的受到好处，不是某一个人受到好处。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听着非常的，后边我们会慢慢去解释，听着好像是非常的空洞，但是这样一个概念实际上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 因为在今天的所有的这种 Republican thought，就是这种共和思维方式、共和的体制，就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这个社会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仔细想想，在今天的这个所有的这种民主社会或者民主体制下，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OK 这些或者其他的国家，它都有这么一个概念存在。是否这个概念被真正的被实施，咱们且不说。 OK，但是这个概念大家都认可了，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往哪个方向走，要取决于这个社会总体的民意和公益和公共意志。所以呢，这个 “general will”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显然是深深的影响，就是这个从从从这个欧洲早期的启蒙到今天，它一直是影响着现在的社会的运行方式。这个社会，尤其是被有代表性的社会，呃，就是尤其这种。 啊，有代表参与的社会就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呃，呃，按中文翻译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这这个政权啊的组合是由老百姓选出来的，而不是一个独裁的，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因为老百姓选的过程中就把他的民意给渗透到这个被选的人的这个决定上了。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形成的政权就一定是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民意，呃，那么这种呢，实际上这种民意、这种公共意志、公共民意的话呢，它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政权、政府的问题，还有比如说很多简单的那种，呃，很多的各种那种公共设施的布局、公共设施的规划，呃，它的法律体系的规划、它的这个社会福利的规划，这都有一个公共意志，都有一个公呃呃公益的一个潜台词在后边。 就是我们要想盖一个桥，我们想修一条路，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了那条路的那个，为了某一个工厂，因为有那条路，工厂运行成本会低一点。显然，别的人会不愿意。那这条路一定是，就是按照至少从从表面上，我修这条公路或盖这条盖这个这一座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所有的人，至少在这个桥附近所有的环境的人都会得到好处。 当然，如果是在某一个州花了这个钱，全国的人都要把这钱花到这儿盖这个桥。那显然，如果只有这一个州的人得到好处，那别的州就不干。那大家都要有说，这对,对整个国家都有好处，或者是这个福利。我这个福利去赞助这些穷人，或者赞助这些需要救济的人，那到底是为了什么？是难道就是为了被救济的人的好处吗？其实不是。 这里一定对所有参与救济的人都有一定的好处。一个，比如说是减少犯罪率，减少大家的一种什么各种各样的，我这,这里我就这话题就不展开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都有一个或者在大家上在 moral conscience 上面，在每个人的个人的那种那种那种呃那种道德的一种直觉感上有一定的安慰，这都是一个一个 common good。OK，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啊。 那么，这个 general will 真正对 general will 比较就是这种公共意志这个概念比较展开了讨论比较多的，或者阐述的比较清楚的，那就是 Rousseau。OK，我们在 Rousseau 前，刚才讲 Diderot 也有过的，其他的神学的那方面也讲过。但是 Rousseau 呢，对这个 general will 是讨论的最深的，而且是最被后来最被大家最广为认识的。他这种解释是最有代表性的。那么， 这个首先，我们先看一看鲁肃，我们不去讲他的个人生活，因为鲁肃、so、好像是从小是很悲催的一个一个童年生活，呃，后来逐渐逐渐就自己成为了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那么他呢？ 他那个时代当然是在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那么这个这个上帝在人民的心中到底是什么？在他之前，在启蒙运动之前呢，就是说在中世纪以前或者是更早的时候，那上帝就是决定了一切，一切都是绝对、绝对、绝对都是上帝，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指定的。但是在他眼里，已经把上帝在这上已经拨开了。他说上：“上他的 view 呢是 the God，呃 his view on God was deistic。deistic 什么意思？就是他承认上帝存在。” 我承认上帝存在，但是呢，我不承认上帝参与地球上的人间的任何事物。换一句话说，上帝在是在，但是他不会对我们人间、我们社会的任何的事物有干预、有操控。换一句话说，r 兽定义的公共意志不是上帝定义的，因为他不参与，显然他就不会去定义了。而他说的公共意志是来自于人民。 而不是来自于上帝，这个呢，在当时在今天听着好像这不用，如果是大家不是很信宗教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一个一个理解。但是在那个时候呢，那就是一个小小的突破。 OK，就等于把上帝给拨开了。他我不否定上帝，但是上帝不不不参与这种事儿。当然，在今天你要大家稍微的仔细想一想，你说上帝要这种事儿都参与那那离我们五百万光年那个星球上是不是也要参与？整个另一个星系上的那个那个什么也要参与？那那那那那那,那上的人和我们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是一样？当然，我这这就就展开这个话题，就无穷多的问题来质疑上帝凭什么要参与这个了。当然，我们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是讨论，就是在他的 a 受的 understand，汝受的理解中，上帝不参与，因此善，因此这个民意公意 general will 是人民定的，啊、uh,，所以呢，那么再回到他对人的这个本性的理解，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在这个原始的，在他的理解中，原始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 guided by feelings of pity and love for each other。 就是说，人和人之间是有一种亲情、友情和怜悯、怜悯情的这种感觉来拴在一起的，那就是人本来是善的。OK，那么善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感觉下，什么就没有什么不存在那种抽象的道德感和义务感的一说，就是人就天生就有那种本性。那当然，你可以说这就是某种意义上是一种 primitive form of morality。 或者是一种 primitive form of duty，呃，我们在前面讲进化论的动物之间也有这种少量的这种互相帮助的这种这种动物的这种本能，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原始社会下，人和人之间是没有平不平等的问题，人人都是平等的。什么时候人们出现了不平等，就是出现了农业和工业，这是鲁 o 的观点。 当出现了农业，出现了工业，那自然而然就出现什么了？出现了私有财产的概念。那么，私有财产在 Rousseau、so、的眼里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是个不良之兆，或者是一个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私有财产就带来了人的贪欲。OK，私有财产带来人的贪欲。呃，当然，我们从 John Locke 和后来的 Frederick Hayek 对私有财产是另外一个评论。正是因为有私有财产，人才有真正的 freedom。 我才有真正的那种，呃，在私有财产上，我才才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画一个小圈儿，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而不是被别人随便侵占的。当然，我们这是不是不是讨论那些概念，而在这个 r o 的人私有财产不是好事儿。OK，那么如果有了私有财产，有了各种各样的 selfishness 和 greed，有了各种各样其他东西，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呢？要有一个政权，有一个政府，有一个权力机构去实施一个社会契约。 把所有的人给团结到一起，然后超脱出私有财产的那个界限，然后才能有一个和谐的社会。他是这么看的。OK，他是这么看的。那好，我们还回到他的 general will，他的这种公共意识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他的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个社会里的所有人的共同的意愿和和兴趣，就是我们大家都想去，所有的人共同的有一个共同的意愿。 这个意愿就是 general will，我们大家都想做这件事儿，呃，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自然我们今天一听这什么，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那种概念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那种政治理念，不就是这么一个大家一个一个,一个伟大光荣的一个伟大的共同的目标啊？这是共同目标。那么，那么从这个这个角度来讲呢，a u 呢又加了一个描述，就是这样一个共同的利益，呃，共公益共同意志，它是有受。 我们的社会影响的，换一句话说，这个共同意志它是局限于某一个社会，在一个社会里有一个社会的共同意志。如果你换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有可能是另一个社会的共同意志，它取决于你生活在哪个社会。当然，OK，当然，嗯，我我举一个很原始的例子，那你是在在这个北极圈里生活的一个社会，那你的共同意识大家有一个。 有一个大家都是不容易被冻死，OK，共同意志都是有一个暖温暖的环境。但是你要真生活在赤道的话，你的共同意志我争取有水。共同意志，当然我说的这是非常非常简简单的例子。当然你在抽象在不同的社会上有，当然有不同的社会的共同意志啊。那么这个这个共同意志就是当然不只是这种简单的物理上的意志，还有一些其他抽象的政治意志和那其他的。啊。而在这个一个社会里边，每一个公民。 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权利，OK，对这个公共同公共意志有一定的贡献，或者通过他的代理人去贡献，就是通过他的代表了，通过他的选出来的代表，就是这共同意志是由每一个人都参与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发言权。我认为共同意志是什么？你认为共同意志是什么？大家都有一个发言权。那么，那么这个这个每一个人的自个自己的意志。 和他的共同意志是不一样的。我的意志和一个共同意志是共同意志是不一样。我的意志当时为我自己好，共同意志是为所有的人都好。当然，我为我自己好那部分有一部分，也可能大家都是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为自，比如说我的共同意志是我希望我呼吸的空气是干净的，我吃的食品是安全的。那你像这样是我的 private will，是我自己的一个私下的一个意志。但是所有的人显然都希望。 整个社会没有任何人说希望，我希望空气，希望呼吸的空气是是是脏的，我吃的食品是不安全的。那这个显然，这种安全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安全的干净的环境是大家的共同意志，这是没有任何，这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共同意志。而这种共同意志显然和 private will 是一样的。当然，我反过来说，我希望我的钱比谁的钱都多。 我的钱在我这个，在我周边的人里，我是最首，我是首富。那显然，这个 private will 不可能是 common will，不可能是 general will，因为所有的人要，如果都这么希望，那显然谁也不能实施。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 common will 和这个 private will 的区别。而他呢，就是说，在 Rousseau 的角度来讲，他认为像这样的一个 common will，这种这种 general will 是存在的，就是说。 这个 general will 里边带有一个政治的色彩，有一些社会的色彩，有有政治性，有社会性，也有经济性。那么这样的一个一个 general will，他认为是存在的。当然，我们前面已经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显然是存在。我希望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OK，且不说我自己是不是比别人都有钱，我希望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而而而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 r u s s e a u 指出来就是这种公共意志不是每一个人的。 私人意志的总和，刚才我已经也讲到了，这种 private will t h e sum aggregation of private will，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怎么怎么样，把这所有的揽到一起，做了一本大书，这就公共意志，显然不对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首富，显然加到一起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共意志。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呼吸的空气是干净的，显然这是一个公共意志。OK，是一个公共意志。呃，所以呢，这种这种 general will 和 the sum total of private will is not the same thing okay they are not the same thing mm -hmm. private will inevitably put private needs above those of the general public 就是我自己要当首富，显然别人就不是没有我有钱，就要比我穷。OK，或者说我自己要要要占最大的地盘儿，那显然别人的地盘就要缩小，因为这地的总量是是就那么多啊、呃。所以呢，这种呢，这就是说这个、但是 general will 和和这个这个这个 general will 和 private will 就在这儿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么这个区别呢，实际上就是可以是这么看，就是说所有人的总体的意志的总和和一个公共意志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公共意志，它是在取大家的共同点，所有人都有共同的地方，而这个所有的人的私有意志的总和，私有的希望的意图或者是意志总和，是它只是一个总和而已。这个总和之间有很多的区别，就是我说我要我要我我我的钱要最多，那显然我钱比别人多出那部分，显然不是别人要的。 别人也希望他的钱最多，那显然他的要多的那部分也不是我要的，所以呢，你把这个区别给抠出去以后，是大家都共识，完完全全共识的东西才是兼得无忧。就是我们大家没有一个共识，就大家一起说这件事儿应该是怎么怎么样，那大家说对我们都同意，这个事儿应该是这样。那反过来讲，就说我说假设我要在这儿盖一个桥。 我在这个河上建一个桥，所有的人说：“哦，这个桥显然是一个好事儿，对所有人都好事但是呢，也可能说呢，有一部分人说这个桥正好盖在我家的那块地上了，我不愿意。那这也不能说是公共意识。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可以看，公共意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么一个定义，不能说是严格，就非常不容易达到的一个一个定义。就是你怎么样去达这个公共意识？ 那么这个公共意识后面还隐含着另外的一个公共意志，我老说意识、公共意志。那么这个后面还隐含着一个，就是这种 freedom 的概念，就是自由。什么什么样的自由？Rousseau 呢有描述了两种自由，一种是个人自由，一种是社会自由。什么叫个人自由？那就是我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都可以去决定，而且可以把这个决定赋予实施，我能去做。那这是我的个人自由，是我的 human instinct。 和我的自己的 natural selfishness，我完全出于我自私的考虑，我能有达到能一个什么自由，不能一个什么自由。那么 social freedom 呢？实际上是什么呢？就这档次就降低了一些。就是我自己的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呢？要受制于 general will，就受制于公共意志的约束。就是公共意志下，我应该能做什么，我就可以随便做；但是公共意志上我不应该做的话，我就不应就就不应就不不要去做。 OK，那么公共意，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种 social freedom 某种意义上呢，显然这个 freedom 就比 personal freedom 要小一些，但是这个 social freedom 实际上呢，是可以保证我的自己的每一个人在这个 freedom 的约束下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OK，而 personal freedom 不是，显然不是。我 personal freedom，说我我我想我想我想变成这个这一地区的首富。那好，谁比我谁比我钱多，我就把他杀了，我就打土豪分田地，我把东西全给抢过来。这不共产党干的事儿吗？那是我的 personal freedom，那是那是什么？最后是谁谁 free 了，对吧？这个为人民服务，到底是谁在服务谁？OK，所以呢，这个呢就这这这这话题又展开了。而 social freedom 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 general will，公共意识的约束下。 你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度实际上是你最能是一个真正的你在这个社会环境下的一个自由度。那么，那么这种社会就是只有当你的个人的这种 complete personal individual freedom 里面的那个一部分权利被放弃以后，你去你能去满足这个公共意志下面的约束的时候，你的 personal freedom 在那个约束之下的 personal freedom 个人自由是实施。 你这个 freedom 才是你的真正的 personal freedom，就是说你所谓的 personal freedom 就是已经被限制了。那么你这个个人的自由为什么是你真正的 personal freedom？因为你毕竟也是公共意识的作者之一，因为公共意识在限制了你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公共意志里面有你一份儿，因为你是公共的参与者，你参与了制定这公共意志应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此。 它所带来的 freedom 实际上是你的本质的内在的一个 freedom，是一个内在的自由。换一句话说，你的个人的自由是受制于你的社会自由，而社会自由受制下的个人自由是真正的个人自由，而社会自由之外的那个个人自由就不是真正的个人自由。你就想当首富，你显然你这个自由就。 不是那么你你靠打砸抢，靠打土豪分田地，像文革的时候，你把人家有钱人家里全给抢了，人家文什么古古董字画你拿来全是你自己的了，这是你个人自由。你想想，人要都这么做，这社会不就乱了吗？毛毛泽东那时候那文革那时候那不就是彻底乱了套了吗？所以那你能说是你的真正的自由吗？那不是，因为你自由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而只有在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意志之下。 每一个人都认为你去干的这个事儿和我干的这事儿，我都是一个不伤害别人，或者说是一种共同意志之下，那我这自由是真正达到了。这听着还是蛮抽象的啊。那么好，我们再回到 Rousseau，Rousseau 对这个在这个这像这样的一个公共意志下，显然存在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权利，什么叫个人自由。因为你你受制于这个公共自由、公共意志的约束下，显然在约束你的是一个权利。 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 authority，那么他认为呢，他他首先他对权力是非常不屑一顾的，就是任何 authority，因为他生活的年代实际上是法国大革命前前夕，那那那那那各种绝对王权在欧洲是很普及的，他是很很很不屑一顾的这些绝绝对君主，你们不就是红色基因吗？对不对？你我凭什么要听你的？但是呢，他认为就所以对这种权威他是不屑一顾，但是他认为权威和自由。 不是完全矛盾的，不是矛盾完全矛盾的，因为什么呢？如果你的权威是在 general will 的约束之下，就是在你的公共意识下边实施的权威，这个权威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公共意志下面就是等于是大家都希望的一个方向，一个共同的一个共同意愿，在共同意愿下的权威，对于那个那个、底下的公民来讲。 它实际上已经不是权威了，因为我本来就希望是这样，OK，本来就希望这样。换句话说，共同意志就是大家不要去都去打土豪分田地，等于说你我自己手里有多少钱，明天有可能一翻盘，别人把我又给抢了。我不希望这样，我也不希望抢别人，我也不希望别人抢我。那这样的一个权威去 enforce。 有一个权威在中间去执行，强制不人没有没有任何人可以随便去去打砸抢的话，那对我来讲，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权威就不是一个对我的权威，是我的保证我的个人自由的一个机制。所以呢，这这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这个这个后边的这个这个概念是不是讲清楚了？实际上就是这等于权威在一个真正公共意识下约束下的执行的权威，并不是真正的权威。 而你是一个真正权威，就是一个随意的权威。我让你这么做，你就得这么做；你不这么做，那我就要怎么整你？啊！他同时呢，对于个人的这种创造力、个人的这种啊、呃、个人的这种呃价值，他都有很高的这个尊重，就是他很强调这些东西都很重要。那么，这种个人的价值、个人的理呃呃自由度、个人的创造力，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呢，都是 contribute contribute to the general will。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些个人的这种真正的价值最大发挥，然后呢，把它贡献到这个公共意志中，然后使大家公共意志下可以平和运运动运作。当然，这听着都是很好听的事儿，但是实际上带来的什么呢？带来的就是。 那种 romantic spiri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Revolution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早期实际上就深受江杀卢寿的影响，大家都有那种有一种那种很那种伟伟呃伟伟光正的那那种感觉，然后咱们推翻王权这个那个，结果呢带来的是是是是是一个很很严重的一个悲剧。 当然，我们不能说否定法国大革命。我们在法国大革命讲座里看到，法国大革命是深深的影响着欧洲，影响着世界格局。它把彻底的过去的那种君主王权的概念给它打破，然后呢，形成一个 republic。OK，那今天不管怎么样，欧洲能够到今天走的这一步，后来是由法国大革命，以及引出来的拿破仑，以及引出的欧洲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布局的重新洗牌，都有很重要的观点。当然，中间出现了很多。 血案，这是另外一码事儿，啊、呃，那么所以呢，他呢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就是这种民民呃人人民公呃公民呃权利的这个宣言，人权宣言，实际上就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他的概念来描写的，就是用他描写的。好，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实施，就是这个这个 General Will，就是这个公共意志。 我们说来说去仍然是非常抽象，就是所有的人，大家都想做的事儿变成公共意志，那具体是怎么样去实施，这就是问题，这就后来出现问题。法国大革命后来为什么出现那些那些 radical，像那个什么 Robespierre、那 Danton 那些人，最后在上面为非作歹，是呃整天就是想杀谁就杀谁，那就是因为这个 general will，他们他们这后边的这种公共意志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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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伞下边。 走斜了，走偏了，因为它没有一个很、很这个、很严格的一种实施方法。那么，这个 general will 在 Rousseau 的概念上，就是简单的话，就是为了所有的为全民共同谋福利，就这么简单。 为全民共同谋福利，听着这词儿是不是很熟？今天，OK，我为为大家好，我是为了全全全中国人民好，我们为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个那个全是为整体的这种谋福利的概念。那么这样的一个概念听起来很好，但实际上实施起来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因为什么？这种这种概念的实施，一旦帮着你实施掌握实施权力的那个中心人物是个坏人，或者是个土匪基因。 你就只能看到悲剧，只能看到闹剧，只能看到惨剧。那么这个，那么从 Rousseau、so、的角度来讲，OK，他的这个 general will 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好，为了社会的共同的意志。那这样的一个感觉，显然是一个动态的感觉。就是我不可能说我今天写下几个一二三四五，哪哪几件事儿是共同的 common good，因为这个 common good 第一取决于你这个社会。 就是你这个共同公共意志取决于你社会有多大，社会的状态。第二，取决于你的时间，取决于好多动态的因素。那这样一个动态因素就决定了什么？就决定你这个公共意志必须在动态的进行调整，就是一直在调整。就是什么是我们今天大家最需要做的？OK，那比如说咱们今天在今天的美国或今天的世界的一个公共意志什么？就是气候变暖。 这个基本，我想所有的人可能总的来讲都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现在现在这个排碳过多使气候变暖变变暖，比地地球上这个气候出现变更，这个实际上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希望公共意志要把这个问题解决。那显然这就是一个今天的一个首要任务。那当然，你要是再往前走一百年、一百五十年，那时候的公共意识十有八九什么？我们怎么样去避免大规模的传染疾病？ 怎么样去避免大规模的战争？怎么样去这个是那个？OK，那么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种互相的这种调整，取决于所有的社会的成员，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当时的社会。呃，只有当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制定公共意志的这个制定过程，才使这公共意志真正的有公性、公公共性、有代表性。 呃，只有当这样的时候，这个公共意志才要真正成为一个公共意志。因为你如果只有一两个人去定的话，那成了就成了什么？就成了中共了。OK，他去定，他要为全中国谋福利，那具体谋福利的这个决定是他在中南海里边那小门里关着他决定的，实际上是为他那个两百个家族谋福利，老百姓只是韭菜而已。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取决于老百姓要有参与，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人。 都要参与制定这个公共意志的过程，才使它真正的成为公共意志。而而这个参与显然更同时要求什么？要求所有的公民参与的公民要 fully informed。我要是参与的公共意志，我显然我要知道我参与的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我我我我我投票都不知道我投谁，对吧？所以呢，我要真正的参与，我要知道我这个面前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我认为这些问题。 怎么样去解决？所以，实际上我们在美国参与选举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选票或选票给带来那个册子很厚的一本，哇、哦，密密麻写了好多问题，各种各样问题。实际上，选举不是说我们今天想啊就选个总统就完了，可不是那么简单。里边就是这这有州一层的，有有市一层的，有这个呃有有联邦一层的，每一层都有好多好多的话题。 各种各样的话题都是很多都是很现实的话题，福利问题、医疗问题、呃公共交通问题、税务问题，这个这个什么这种这种这种什么什么流产不流产的问题，什么这个就是好多好多问题，然后每一个。 每一个问题呢，他都是让你你觉得你要应该是往哪边走。有的时候是民意测验，有的时候是政客在选举的时候他有哪些观点，然后你来去选他。呃，当然这个这个话题有点跑了，那就是只有当你的这个这个公民有一个充分的知情，你才能从这个知情的基础上去引导出来你的公共意志是什么。OK，而且呢，在 r o 的公共意志上来讲，它是要全民同意的，就公共意志不是。 不是说有人一部分百分之呃五十五的人同意，百分之四十五人不同意，那么这就成功共意志不是。当然他是要以后的百分之百，那这个想想就很难很难了。呃，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形成公共意志过程中呢，就是要有 fully informed citizenship，就是就是这个公民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信息通道，让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问题。然后呢，他有 good reasoning 和 judgment，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力和一个很好的这个论证的能力。然后呢，不被他的偏见、不被他的感情所影响。啊、呃，那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产生的 general will，产生的公共意志，用它就可以引导出一些法律、一些政府的决定。 而这样的法律政策决定显然是为了公民的好处，OK。那么这样的一个决定应该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没有差别的都有好处。呃，那么下面就还是还是问题，就说着还是很抽象。你怎么样去实施？你怎么样去实施？你你说你说你要在某一个州某一个地方盖一个桥，你要把全美国都来一次公投，所有的人都都同意还是不同意？ 如果有有有人不同意，这桥就不盖。那显然这个非常非常的不现实，不大容易去做。OK，因为任何一个事情，你要全全体人，当然我说的是全美国。但是你反过来讲，是一个小镇，这小镇里有，比如说有有几百号人或者几千号人，有一个要盖一个桥，那所有的人可能都可以参与，这就现实。所以呢，在鲁秀、so、的角度上，他是这么说，他说呢，重要的问题。 应该是由绝大多数、由大多数的人口都要参与，然后参与并决定就重要的问题 （major questions）。他并不是说完全、完全这个公共意识、完全绝对所有人、每一个人都参与，他并不是这么要求的。他说重要问题应该至少是大部分人都同意、都支持。下边就问题就来了：什么是重要问题？就是谁去决定这个问题是重要还是不重要？我这等于是在在 put myself。 Put a hat of Frederick Hayek on my head. OK，我等于戴着 Frederick Hayek 帽子在这在这做做反叛呢、反批呢。因为 Hayek 在这上就是在这种问题上有很多很深的那种分分异，就是你你你谁来决定是重要不重要？Russell 说,说重要问题大家一起决定。好，先放在这儿，是是马上引出一快针，谁来决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然后呢，他同时还说呢，如果某些问题，就社会上的、政府上的一些决定需要 quick action，就需要很快做决定的问题，那就一个简单的 majority 就可以了，就不用不用那个一个绝对绝对的,的 majority 百分之七十五或者百分之多少，一个简单的投票，快速投票就做一个快速决定，那马上又来了，什么问题是要快速决定、快速投票？谁来决定这个快速？ OK，那当然又是得有一个人来决定，因为你你你你你你什么决定是快速不快速？你要来一个全民公投决定这事儿是不是要赶紧投再投票？那显然全民公投本身又慢了，所以这显然这自己都是一个实施上有一些潜在的一些矛盾。OK，那么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他指出来呢，就是领导阶层必须是要通过选举，当然这个是没错的，领导阶层就是在一个社会里边的这 government 的领导阶层要通过选举，然后呢。 他还指出来，就是在形成 general will，在制作公共意志的这个、这个，就是对于公共意志的实实施的时候，以很重要的一个，制定过程，一个实施过程，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什么？就是 open debate，就是大家公开的辩论，就是在讨论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辩论，有一个 open 的一个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下，你才会使这个问题真正的能够有一个、有一个大家的共识。 OK，有的时候我可能是我在没参加辩论之前，我就反对。 比如说盖这个桥，我就反对，这桥就我不认为这桥对，呃，花这钱不值得。但是在辩论过程，大家讲这桥会会带来经济的这个是且这河两岸的这个经济都有发展，然后会吸引更多的外来的人到这里来开商店，使这个游客增加什么什么，哎，最后税收增加对我们来好。哎，我一听，哎，这有道理，那我可能就同意了。我的意思，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种 open debate 实际上会很多不能想到的问题都得到得到考量，这样的话使这个 general will。 和 General Will 的实施、公意制的形成和实施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帮助，这是鲁肃提出来，所以他讲的这东西，有的地方实际上是就是有有点站不住脚。 这个重要快重要的问题要要要要要这个全民投票，那谁来决定重要不重要？那是这个要需要快速决决决定的问题，要简单的投一下票就可以了。那什么叫快速？什么叫不快速？呃，这就就不是很很什么。但是反过来讲，刚才讲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是今天当然仍然是现代政治体系里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节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然后我们下一节呢就开始讲 Rousseau 对政权。 对社会契约，对主权 （sovereignty） 在这里不是主权政权，它的定义是什么？这个定义和 Hobbes 的相对照是有一些区别的。这我们下一节接着讲。